一个美国游戏大 V 在网上发了说的。First impressions of the game. This game's amazing. At this point, I think that it's a 9 to a 9.5.前不久我刚刚说过，我们在各个领域的优秀啊，正在让外国人破防。刚刚呢，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上见证了一个个历史，比如潘展乐就让老外破了大防。我也在想，之后呢，下一个破防点在哪里啊？没想到今天我们就找到了，原来就是咱们的黑神话悟空啊，外国人正为之疯狂。Oh my gosh! Oh my gosh! I'm getting that feeling like a dinosaur's rat feeling. Look at this!Yeah! Hype is real. We finally have a truly next-gen Souls-like game. So Huago is Monkey Mountain. What an intro, dude. Holy sh**. That was crazy. Black Cloud, Red Fire, Chapter 1. Yeah, the dub is good. I'm surprised. I was planning on listening to it in like the original in Mandarin, but the dub is surprisingly good. A peach? I feel like this is a reference to like the peaches of immortality,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ukong ate. 事实上在宣传片刚来的时候啊，就有很多老外已经为之疯狂了。Oh my god, I'm so excited for this. Bro, the detail is crazy.Nah, bro, look clean. And the graphics are crazy, bro. Damn.当然，这么优秀的我们中国人做的游戏，想都不用想，一定会有人出来黑他。就这样呢，我就听到了有人在外网上这样说 ：Black Myth: Wolong is a painfully average Souls-like game, and it is definitely not worth $60. 还有韩国博主说，我们韩国也有这样的风景和历史文化啊，可惜了了，让中国人抢先一步坐进游戏里了。우리나라도저런석상이나기하집같은짓들을충분히활용이가능한역사적인문화가존재하지않습니까그걸중국이먼저트리플 A 급게임에활용한다는것이개인적으로안타까운마음이드네요흘러만큼인게임이구현되지않는다면전세계게이머들을상대로사기를친거나마찬가지지않습니까특히실물패키지버전에게임디스크가포함되지않는것도很明显这些其他国家的人呢都是破了大方咱说毕竟是我们中国人做的啊韩国有人可别再像以前那样说成是他们的了别说外国人了我们网上也来了喷子1450之辈开始黑了说这个游戏凭什么流量这么大呀水平也不咋样抱怨游戏难度大等等但是这些嘈杂的声音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事实就是如今光在 Steam 这一个平台上在线峰值就达到了220万人创下了单机游戏历史第一网友说一觉醒来 Steam 全球第一美国第一了真的太争气了据说呀已经卖出去500万份了数字还在不断的更新当中懂的人都懂 3A 游戏的开发成本高开发周期长资源堆砌的质量高如果我们中国的第一款 3A 游戏能够大卖应该会鼓励更多人投入这个领域盈利的同时还能宣传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真的是一箭双雕啊正因为有成绩有突破必然会让那些一直等机会喷咱们的人行动起来的这个呢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而我们广大的网友能做的就是见招拆招啊相信世界上还是有大多数人眼明心亮的西方玩家也可以摒除偏见支持一款优秀的游戏玩着玩着可能就对我们的文化感兴趣了我之前就说过啊不管您打不打游戏这个游戏呢咱们要支持要维护因为在各个领域进行文化宣传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吸引的是不同的人群啊比如爱看电影的老外因为看了流浪地球而记住了我们中国爱打游戏的呢可能就因为玩了黑神话悟空而改变了对我们的固有偏见我们呢是包罗万象的这款让世界震惊让外国人破防的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将为很多同领域的人打开思路其意义是深远的其影响也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